接下来请收看经典读诵。慈悲道场忏法卷第八，世间宝，历代古今传，珊瑚琥珀银丝线，砗磲玛瑙连珠串，几孤长者舍其缘，金轮王说法，永镇龙宫殿。南无普供养菩萨摩诃萨，南无普供养菩萨摩诃萨，南无普供养菩萨摩诃萨。入忏，公文：诸佛世尊，现八相之成道，如月悬于太虚。善事如来是八种之化仪，似雨沾于沙界，四生七趣尽升天，八部龙神咸恭敬，八万大士悉住宣扬，八大菩萨皆恒卫护。八十得八吉祥，八戒具八功德，神机妙用，普应群情，唯愿垂慈，证明佛事。上来奉为求忏众等，起见慈悲道场忏法，兹当第八卷，入坛缘起，如法修持，弹性转加精进，兹留如法熏修，如焚戒定慧香。平插曼陀罗花，灯燃玉树，果现金盘，头诚百拜于金容，恳切一心于宝地，承入多生之罪垢，消除累世之牵由，切念求忏众等，自从有事，以至今生，被八正而向八邪，引起参天荆棘，寻八贪而迷八解，恒生遍界空花，为八世之所缘，随八风之所转，皆八垢之易染，恐八难以难逃。今则悔过无门，门心有愧，修偏善于一乘教内，报寸尘于诸佛像前，人发怒于罪愆，乃披尘而悔过，因念如斯，情当何事？恭叩红慈，明熏加倍，刹尘心念可数之，大海中水可饮尽，虚空可量风可细，无能尽说佛功德。祈愿慈悲道场忏法，一心归命三世诸佛，南无过去毗婆尸佛，南无湿气佛，南无毗舍浮佛，南无拘留孙佛，南无拘那含牟尼佛，南无迦摄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当来弥勒尊佛。慈悲道场忏法卷第八，奉为阿修罗道一切圣神礼佛第十七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重复至诚，五体投地，奉为十方尽虚空界一切阿修罗王，一切阿修罗各级眷属，又奉为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聪明正直天地虚空，主善拔恶守护持咒八部神王八部神将，乃至若内若外若近若远，东西南北四维上下，遍空法界有大神足力，有大威德力，如是十方八部神王八部神将各级眷属，归命尽礼，一切世间大慈悲父，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宝明佛，南无众清净佛，南无无边明佛，南无不虚光佛，南无圣天佛，南无智王佛，南无金刚众佛，南无善障佛，
南无建慈佛，南无华国佛，南无法义佛，南无风行佛，南无善思明佛，南无多明佛，南无密众佛，南无功德守佛，南无利益佛，南无无惧佛，南无监观佛，南无诸法佛，南无诸足佛，南无解脱得佛，南无妙身佛，南无善意佛，南无普德佛，南无光王佛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又复归命，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愿以慈悲力同加护护。愿阿修罗王一切阿修罗各其眷属，又愿聪明正直天地虚空，主善法恶守护持咒八部神王八部神将各级眷属，解脱课程清净圆障，发起大乘修无碍道，四无量心六波罗蜜常得现前，四遍六通如意自在，恒以慈悲救护众生，行菩萨道入佛智慧，度金刚心成等正觉。奉为龙王礼佛第十八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重复至诚五体投地，奉为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不思议龙王、妙化龙王、头化提龙王、五方龙王、天龙王、地龙王、山龙王、海龙王、日宫龙王、月宫龙王、星宫龙王、岁时龙王、青海龙王、护行命龙王、护众生龙王，乃至十方若内若外若近若远，东西南北四维上下，遍空法界，有大神足力，有大威德力，如是一切龙王一切龙神各级眷属，归命尽礼一切世间大慈悲父。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妙智佛，南无梵财佛，南无石英佛，南无正智佛，南无利德佛，南无狮子意佛，南无华相佛，南无智积佛，南无华齿佛，南无功德藏佛，南无明宝佛，南无稀有明佛，南无上界佛，南无无畏佛，南无日明佛，南无梵寿佛，南无一切天佛，南无乐智佛，南无宝天佛，南无诸藏佛，南无德留不佛，南无智王佛，南无无福佛，南无坚法佛，南无天德佛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又复归命，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愿以慈悲力同加摄受。愿诸龙王各级眷属增辉光明，神力自在，以无相解断除缘障，永离恶趣，长生净土，四无量心六波罗蜜常得现前，四无碍变六神通力随心自在，以慈悲心整接一切妙行庄严过法云地，入金刚心成等正觉。奉为魔王礼佛第十九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重复至诚五体投地，奉为大魔王、五帝大魔乃至东西南北四维上下尽虚空界一切魔王各级眷属，归命尽礼一切世间大慈悲父。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梵牟尼佛，南无安详行佛，南无勤精进佛，南无焰坚佛，
南无大威德佛，南无占伯华佛，南无欢喜佛，南无善众佛，南无地床佛，南无大爱佛，南无须曼瑟佛，南无众妙佛，南无可乐佛，南无善定义佛，南无牛王佛，南无妙毕佛，南无大居佛，南无满愿佛，南无德光佛，南无宝音佛，南无金刚君佛，南无富贵佛，南无势利行佛，南无狮子利佛，南无净目佛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又复归命，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愿以慈悲力同加护护。愿大魔王、五帝大魔、一切魔王各级眷属，无始以来至于今日，一切缘障皆得清净，一切罪业皆得消灭，一切众苦皆得解脱。四无量心、六波罗蜜常得现前，四无碍智、六神通力如意自在，行菩萨道，不修不习，先度众生，然后作佛。奉为国王人道礼佛第二十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相与以德，奉为诸天诸仙龙神八部礼佛敬。此因奉为人道一切人王礼佛报恩，又为父母师长一切人民何以故耳？若无国王，一切众生无所依附，犹有王故，一切得住。行国王地，饮国王水，诸于利益不可据说。大众一个起报恩心，今言若能一日一夜六十人苦为于利益奉报恩者，应当发起如是等心，习行慈悲，以是愿力念报国王复道之恩，念报施主共益之恩，念报父母养育之恩，念报师长训诲之恩，念报如来嫉妒之恩。若能至心常念不绝者，如是等人得入道极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诸佛大圣慈恩开佑，殷勤如此，令知恩报恩。我等今日既仰赖国王，于末世中心显佛法，种种供养不惜财宝，率土成民，望风归附，又令出家之人安心向道，行住坐卧出无流难，凡百不遇为讲以善，皆愿我等速出生死，禅无量法门，开人天正路。而国王有如此恩德，岂得不人人礼佛奉报？相与至心等宜痛切，奉为国王皈依世间大慈悲父。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迦摄佛，南无净义佛，南无支次第佛，南无猛威德佛，南无大光明佛，南无日光耀佛，南无净藏佛，南无分别威佛，南无无损佛，南无密日佛，南无月光佛，南无持名佛，南无善吉行佛，南无不动佛，南无大请佛，南无德法佛，南无庄严王佛，南无高出佛，南无燕翅佛，南无华德佛，南无宝严佛，南无上善佛，南无宝上佛，南无利慧佛，南无严土佛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又复归命，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愿以慈悲力同加摄受。
仰愿当今皇帝身体康裕，天威正远，地基永固，慧命无穷，慈瞻无忌，有事归心，菩萨圣化，天人赞扬，四等六度，日夜增明，四无碍变，要说无尽，得八自在，具六神通，三昧总持，意念现前，慈悲即是，恩遍六道，万行早圆，速登正觉。奉为诸王王子礼佛第二十一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重复至诚，五体投地。奉为皇太子殿下、诸王百官、各级眷属、皈依世间大慈悲父。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海德佛，南无梵相佛，南无月盖佛，南无多焰佛，南无维兰王佛，南无智称佛，南无觉想佛，南无功德光佛，南无生留不佛，南无满月佛，南无华光佛，南无善戒佛，南无灯王佛，南无电光佛，南无光王佛，南无光明佛，南无具足赞佛，南无华藏佛，南无福沙佛，南无神端严佛，南无净意佛，南无威猛君佛，南无福威德佛，南无力行佛，南无罗侯天佛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又复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愿以慈悲力同家富户。愿皇太子殿下、诸王百官、各级眷属身心安乐，妙算无穷，行大乘道，入佛智慧，被四弘誓，不舍一切，四等六度，常得现前，六通三达，善事根性，具二庄严，神力自在，行如来慈，摄化六道。奉为父母礼佛第二十二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赐父殷虚，思念父母养育之恩，怀抱如哺，爱众情深，宁自为身，安立其子，至年长大，训以仁礼，习长求师，愿通经义，时刻不忘，气急人流，所当恭己，不吝家宝，念生律节，有意成病，我不安息，常忆其子。天下恩重，事实无二，所以佛言，天下之恩，莫过父母。夫舍家人，未能得道，唯勤学业，为善莫废，积德不止，必能感报劬劳之恩。相与至心，等宜痛切，五体投地。各自奉为有事神以来，至于今日，今生父母，历劫亲缘，一切眷属，皈依世间大慈悲父。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智具佛，南无调御佛，南无如王佛，南无华相佛，南无罗侯罗佛，南无大药佛，南无素王佛，南无药王佛，南无得首佛，南无得叉迦佛，南无流布王佛，南无日光佛，南无法藏佛，南无妙义佛，南无德主佛，南无金刚众佛，南无慧顶佛，南无善住佛，南无意行佛，南无梵音佛，南无狮子佛，南无雷音佛，南无通相佛，南无安稳佛，南无慧龙佛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又复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
愿以慈悲力同加摄受，愿父母亲缘各级眷属从今日去至于菩提，一切罪障皆得除灭，一切众苦毕竟解脱，结习烦恼永得清净，常慈四去自在往生，勤使诸佛现前受记，四无量心六波罗蜜常不离行，四无碍智六神通力如意自在，得佛实力向好延伸，同坐道场成等正觉。奉为过去父母礼佛第23，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其中若有父母少变孤辈，难可再遇，空想悠然，既未得神通天眼，不知父母舍报神事更深何道，唯当尽设福利追而报恩，为善不止，功成必至。今言为亡人作福，如享远人，若生人天增益功德，若处三途或在八难，永离众苦，身若执佛受正法教，即得超悟。其是父母历劫亲缘，又为悉除，同得解脱，是为智者至慈至孝，最上报恩。相与今日，应当悲泣，追怀懊恼，呜呼梗痛，五体投地。奉为过去父母历劫亲缘，皈依世间大慈悲父。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梵王佛，南无牛王佛，南无利陀木佛，南无龙德佛，南无石相佛，南无庄严佛，南无不墨音佛，南无华德佛，南无英德佛，南无狮子佛，南无庄严慈佛，南无永智佛，南无花基佛，南无花开佛，南无力行佛，南无德基佛，南无上行色佛，南无明耀佛，南无月灯佛，南无威德王佛，南无菩提王佛，南无无尽佛，南无菩提眼佛，南无身充满佛，南无慧果佛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又复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愿以慈悲力救护整皆，愿过去父母历劫眷属从今日去至于道场，一切罪缘皆得消遣，一切苦果永得除灭，烦恼结业毕竟清净，断三障缘，除五部位，行菩萨道，广化一切，八节洗心，四弘被悟，面奉慈言，慈诚妙旨，不起本处，尽诸有漏，随念逍遥，遍诸佛土，行愿早成，速登正觉。佛法浩瀚无涯，读诵大圣经典，既能开发智慧，更丰富生命。欢迎十方大众踊跃护持本节目，护持账号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学佛要为众生而学，为众生而行。诸佛菩萨是以慈爱与悲心感动了我们。这就是佛菩萨的力量，以慈悲为武器，忍辱为力量。
身为佛弟子，就要爱护生命。学习佛陀的无私与慈爱，实践慈悲度众的菩萨事业。开放我们的心胸，真实地皈依三宝佛法身，让我们的心融于三宝之中。护持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